默盛华人浸信会欢迎你同我一起参与这个网上的崇拜，让我们一起的存一个敬畏的心开始今天的聚会。在诗篇第100篇第1节2节和5节这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心理要敬重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理要敬重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恩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田里的有可担的路，他的慈爱也可担的心，东里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我的心理要敬重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理要敬重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恩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田里的有可担的谷，他的慈爱也可担的心，东里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升洁羔羊，我们俯伏敬拜你，食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俯伏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声。永远坐在宝座上升洁羔羊，我们俯伏敬拜你，食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美，配得敬拜和传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今个主日是我们的24周年堂庆，我们看到神在这么多年的保守和恩典，让我们唱出感恩的歌。让我感恩，一直是你施恩眷顾，你对我的心恩厚爱，教我心温故。让我感恩，遇患难你亲手扶持，赐我信心引领前程，我更渴想你，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让我衷心信服父神，我渴想主爱，更渴侍奉永跟随，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荣耀永归于主圣名，让我将身心交托在父你手里，让我感恩，一直是你施恩眷顾，你对我的心恩厚爱，教我心温故。感恩，遇患难你亲手扶持，赐我信心引领前程，我更渴想你，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让我衷心信服父神，我渴想主爱，今我侍奉永跟随，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荣耀永归于主圣名，让我将身心交托在乎你手，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荣耀永归于主圣名，让我将身心交托在乎你手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每年的五月最后一个主日，我们都是纪念教会立会周年的日子。今天我们是纪念立会24周年，神在过去20多年的当中带领我们教会，在当中我们要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七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时刻与我们同在，
你带领我们教会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日子，你昔日将那个建堂的意念放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差遣，你就使用我们去到 Markham 这个地方建立教会，由当初租借地方招行猛拆，一路到购地第一期的建筑，第二期建筑的完成，我们一路所走过的路都是恩典之路，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在当中真的经历主你的爱何等的丰富，你由十多个家庭一路使到我们教会发展成为今日有三个语言堂，有儿童，有青少年事工，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地去侍奉你，敬拜你，在 Markham 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灯台，能够被你使用，我们献上感恩。当这个新冠疫情去爆发，引致全球都进入了这个最大的冲击的时候，教会亦都不能幸免。在当中，现在我们要停止一切教会里面的聚会，但你却让到我们在当中有一个反思的时刻，知道我们教会不可以这样就停止下来，而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体平台继续向弟兄姊妹，向未信主的人去传递信息，也都藉着一个网上的启发课程，使到我们能够突破教会的四面墙，能够无远弗届的去到接触每一个未信主的人。还有我们小组也都透过网上的小组聚会继续团契相交，继续透过社交的平台继续彼此守望，互相的祝福。主啊，求你就在当中亲自的祝福带领我们，让到我们继续在往后日子里面被你使用。我们不知道前面条路怎样走，但我们就将我们各样的计划、各样的安排全然呈现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亲自的带领和保守。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要走的路仍然还有很远，求天父你在当中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愿意倚靠仰望你，求你祝福使用我们，使到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见证你的名，能够造就弟兄姊妹，也都使福音能够传遍。我们多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跟着下来诗班会献成一首诗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主。Oh,
今日所选读嘅经文系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十一节，经文系咁样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圣经读毕。今日呢，由吴少荣传道在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今日的讲题是神子民的祷告生活，就将时间交给吴传道。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现在这个疫症和这个隔离的期间，我相信大家呢可能在家里都不能够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可能最主要的其中两个活动，一个就是煮嘢，一个就可能就是煲剧。可能大家都在 Facebook 上面都看到有很多不同朋友常常会 post 一些他们一些所谓新的作品，或者他们最新看着什么剧集。但是就算对于可能你自己或者好像我这样，就算我们不擅长煮嘢都好，我们都可能在家里会煮多了东西。最简单我们都应该懂一些基本的，可能煮个面啊，煎个蛋这样。那这个让我想起呢，之前呢是看过一套的电影呢，就叫做 The Hundred Foot Journey。 那这个故事呢的背景呢，就是讲到呢在法国境内呢有一间米芝莲一星级的高级法国餐厅，对面呢就开了一间印度餐厅，只因为两个很不同的文化，很不同的格调，而引起很多的矛盾。而当中这些矛盾呢，就促成很多一些的喜剧元素。可以说呢，这套戏呢是一套的浪漫的爱情小品。如果在这个隔离的期间你未看过这套戏的，我都鼓励大家呢可能去，或者推荐大家呢都可以有时间看一看。而这套戏里面呢，我避免剧透太多了，但里面有一个情节呢就一定要讲。当中就讲到这个法国餐厅的老板呢，他就要请一些新的厨师。而当中那个测试呢，他给人呢就是要他们做一件事，就是煮一个omelette，就是煎蛋。咁咧，呢个老板咧，只要从呢个人嘅煎蛋上边咧，就睇到佢嘅功夫，同埋睇到佢嘅潜质究竟系点样。咁呢个故事入边嘅男主角，当然都系一个厨艺好叻嘅人啦。咁啊，佢觉得呢个应该系毫无难度嘅挑战。咁佢就喺应征嘅时候咧，煎咗只蛋。而呢个老板咧，望一望煎蛋嘅时候，闻一闻，就将佢掟咗个垃圾桶度抌咗佢。咁后事如何，就留待你自己睇到戏嘅时候咧，再去找到这个答案。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提醒，就是有时可能我们觉得越简单的菜式就往往可能是越花功夫。正如就好像讲到，如果煎蛋的话，你给我都懂煎蛋的。但是你说我煎成怎样呢？可能我煎出来呢就是这样的。但如果给了当中可能是在座好像你们的这些高手呢，可能你煎出来呢它是这样。就是很简单的煎蛋的外形已经看到大家那个功力那个高低的分别了。其实以这个煎蛋的比喻呢，其实也带出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关于祷告或者是祈祷的题目。对于祈祷来讲呢，我们每一个相信我们的信徒都可以说我们一个很熟悉一个的题目。甚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被提醒，我们需要灵修的时候来到读经祈祷。如果我问在座的你有没有祈祷呢？我相信怎么都好，你都说应该会有曾经做过祈祷，是吗？但如果我问你，你懂不懂得祈祷呢？或者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去祈祷呢？可能你给我的答案就会不一样。我们会不会祈祷和我们懂不懂祈祷，好像有时我们当中好像有一个 gap， 有一个差距。而祈祷这个的特别之处，就是好像有时我们好像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一样。所以去到祈祷，讲到祈祷的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好像明白但又不容易掌握的一个属灵操练。
就好似今日呢个嘅经文或者呢个背景，耶稣讲到呢一个有关呢个祈祷嘅时候咧，如果乍眼睇嚟咧，我哋可能觉得就系讲到只要我哋恳切嘅向神祈求，神就会应允我哋噶啦。但我相信喺我哋自己嘅经历入边，我哋都知道，有时我哋嘅祈祷咧系唔一定蒙神嘅应允。咁所以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就系例如好似究竟神会唔会回应向人向佢嘅祈祷先？又甚至可能再进一步去问嘅话，就系人究竟应唔应该向神祈祷咧？向佢祈求咧？究竟我哋向神祈祷，佢会唔会听，或者有冇用咧？呢啲相信亦都系对于唔系净我哋简单今日我哋可能会问嘅问题。这个同样亦都系处于耶稣时代，可能佢哋嘅门徒或者当时耶稣嘅听众心里边有嘅疑问。所以我们就从今日嘅经文当中咧，睇下耶稣俾我哋究竟系咩嘅启迪，或者咩嘅教导喺里边。今日嘅经文咧唔系好长，喺马太福音7:7-8嗰度咧，耶稣第一个讲嘅就系话啦：你哋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哋开门。因为凡祈求嘅就得着，寻找嘅就找到，叩门嘅就给他开门。假如刚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问到神会不会听人的祷告和祈求，耶稣给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上帝必定会垂听并且愿意回应人向他的那个祷告和这个祈求。但假如每一个人都向上帝祷告，有时可能会想上帝会不会太忙没有时间听好像我们这些小人物的祷告呢？相信耶稣在这里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去斟酌或者怀疑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到去听和处理我们的祷告或者祈求，但反而调回转的，其实要去问的问题是，或者他所带出背后的图画，就是我们有没有时候是我们太忙，或者我们没有去祈祷去寻求神呢？所以耶稣将这个寻求和祈祷的主动权呢，你发觉都是放在你和我的手里面。你这里用到三个不同的动词，讲到无论是祈求、寻找或者是叩门，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而这里都似乎是表达我们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图画，来要表达我们需要不住的、不断的来到去寻求这个上帝。记得有人就将这个祈求、寻找和叩门呢，就比喻为咧，好似一个小孩子咧喺屋企入边，当佢咧要去揾佢父母嘅时候咧，如果父母喺佢眼前嘅，咁佢咪开声嚟到出声嚟到向佢发问，或者向佢提出嘅请求咯。如果父母唔喺眼前嘅，咁佢咪落地去揾佢自己嘅父母，或者去揾下睇下佢哋喺边度。甚至如果佢父母喺房入边咧，咁佢就会敲门。来到去叫他父母出来啦，这样。而这个比喻当中呢，其实都指出就是父母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也都带出的就是这个上帝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不会是一个我们找不到他的地方，反而就是他是一个只要我们去找，很快我们都可以找得到上帝，找得到神。这里都叫我们提醒我们，就说所以我们如果是愿意去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必定可以寻见，也必定可以听得到他对我们的回应。但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祈求有时都好像没有听到那个的回复，情况就好像我们在上网买了一些货品，但我们迟迟都收不到货，于是可能我们就会发电邮甚至打电话来到去问，喂，究竟我的货物去了哪里啊？是不是究竟你们收不到我的 order？ 还是你没有货啊？即是怎么都好你都给我回复我啊，是不是？如果你觉得啊祈祷呢就好像这样的情况了，那这个就可能正是耶稣想要去更正或者去纠正我们一些有的错误的观念。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呢，就这样说，有个小朋友呢，他就很想要一架单车，於是他就跟他父母来到去要求了。他父母就说了，你想要单车的话，你记得我们家的规矩。如果我们想要一样东西，我们要先祈祷，看看究竟
究竟睇下神会唔会应允俾我哋咧吓？咁我哋先至决定会唔会买嘅。咁呢个小朋友咧，佢就好，咁佢就闩埋房门咧，即刻祈祷啦。祈完祷第二日咧，就冲咗去车房，见唔见到单车咧？见唔到喎。咁于是咧，佢就觉得好，我祈祷一次，俾多次机会佢。咁翻到屋企之后咧，又再祈祷。第二日咧，又去到车房，打开车房一睇，都冇佢想要嘅单车。咁以后第二日咧，佢就去咗佢自己嘅嫲嫲屋企嗰度。咁喺嫲嫲屋企度咧玩嘅时候咧，佢就见到有一个圣母嘅或者玛利亚一个嘅雕像。咁然后咧，佢见到之后咧，就好小心静静嘅将佢包起嚟，放喺佢衣柜入边啦。然后咧，佢祈祷就话啦：嗱，耶稣，如果你再唔俾个单车我嘅话咧，你妈妈就咁样啦。嗱，呢个有时我哋可能都会觉得神唔俾我哋祷告，我哋有时会嬲佢啊，都觉得如果你再唔听我祈祷咧，我就唔信你啦啊。有时我哋都会咁样嘅情况会出现，可能喺我哋当中。但系呢一个俾我哋睇到嘅上帝系一个点嘅上帝咧？或者我哋眼中有时我哋嘅上帝咧，就会将佢睇为好似为我哋嚟到去服务嘅神，就好似呢个阿拉丁神灯一样，而唔系我哋嘅父。有呢个主权去决定究竟我哋系需要啲乜嘢，或者甚至有一个主权嚟去同我哋 even 系 say no 都好啊。所以耶稣喺呢度咧就要纠正我哋心入边对呢一个神嗰个系我哋为我哋服务嗰个嘅形象咧，要做出一个更正。佢系我哋嘅父母，系我哋天上面嘅父。紧接住嘅经文咧就咁样解释到就话啦。所以你们中间有哪一个的儿女要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而给他蛇呢？就算好像你们不好，你们都知道要拿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子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他岂不将更加好的东西来到给求他的人吗？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以地上的父母来到做一个的范例，指出当儿女向他的父母要求他们日用所需的时候，这里当然就是讲到他们的饮食，父母会不会拒绝，甚至会不会给他们一些有害的事物呢？一般来说，我们知道的答案是不会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地上有些父母真的可能是不好，会伤害他的儿女，又或者漠视他们的需要，不过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讲到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先。一般的父母都会给他们儿女的需要，也都会分辨究竟有什么是适合他们，而不是会随便答应他们的要求。假如我们这些所谓有限的，就是相对起在我们的上帝来说不好的父母，都会做到这些这么基本的要求的话，更加何况这个天上面完全的父亲更加会知道和供应最好的来到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并不会是有求必应，因为他对于他看为对我们不好，甚至可能是会对其他人不好的要求或者祈求，这位天上的父亲虽然会垂听，但却不一定会应允。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见证。在香港有一个以前黑道 的大哥叫洪汉义，他都来过多伦多跟我们分享早过他的报道会，分享过他自己的见证。讲到这个前黑道的大哥，信主之前都可以说是一个无恶不作坏事做尽的人，而当中特别他所经营的这些生意里面最伤害人的就是贩毒。他也讲到这个毒品对这个世界的伤害，其实他自己心里面是深深的明白，但因着不同的原因和经历就讲他信了主。但信了主之后呢，他就经历神给他一个很大 的一个在生意上面的挫败，他所经历所有这些黑道或者这些偏门的生意呢，全部呢都遭到滑铁路，有很多的失利，经历很多财务上面的损失，令到他和他自己的手下呢都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就向神做了一个祈求了。祈求的内容是怎样呢？我就不如给大家看看这个短片，看看他怎样向神祈求，同埋佢點樣嚟到經歷神哥嘅回應。我咧就決定，我都係同耶穌請兩年㗎。
等我揾够钱去解散啲细佬，结束晒啲偏门，我先翻嚟教徒。我话我冇资格，冇资格信啊！咁之后咧，我咧就走去泰国去地下赌场，谂住，总之喺呢两年来，我同啲牧师讲，你冇理我做咩，冇理我得唔得罪神我都好，俾神，要神俾两年时间我，啊呢两年啊等我咩？咁咧，我咧就去泰国筹备，我话筹备好成功喎，我话好天真以为，啊我筹备咁顺利咁成功都系神俾我噶啦，啊！咁去做，咁我地下赌场好大嘅，好多张台嘅。到后屘咧，打波又输啦，地下赌场成个赌场又输啦，日日输输得成个月，输咗我好多钱嘅。跟住泰国宣布唔俾去地下赌场。哇！咁我嗰阵时咧就好嬲神啊，以为佢整蛊我啊，同埋我自己顶唔顺，哇！又唔见咁多钱。好嬲啊！总之第一次嬲神，总之我唔知佢系佢恩典噶嘛，总之个十字架掟咗佢。咁但系我掟咗个十字架之后咧，哇！我成个礼拜一个钟头都冇瞓到，系一个钟头都瞓唔着。我专登去食啲平头应该啲士蚝，玩到好攰，都瞓唔着。啊！咁我就话唔系咁猛啊，唔系咁劲啊，我就床底执翻个十字架。我咩未扣好，即时瞓着咗啦！嗱，喺呢个时间咧，我信耶稣信到非常之惊啊，好惊啊！我即刻坐飞机留夜翻嚟，叫我博士啊嗰啲，喂，你要即刻出嚟见我啊，大佬！我见佢哋话，喂，你叫我信耶稣信到而家好大镬，我而家真系好惊啊！我哋惊咩？我话，喂，我信咗佢之后咧，点点一年都唔够，我差唔多破晒产啦！我决定唔信佢咧，佢又唔俾我瞓觉。我话人你咁啊信佢破晒产我点搞啊咁我咁大负担。佢话喂，请假你讲嘅唔系耶稣讲嘅，如果唔搞到咁，你点肯翻去啊？另外，神系爱你，佢唔俾你做偏门，你会唔会俾你个仔女做偏门先？啊，我谂咪好啱喎，系喎，我都唔会俾个仔女做偏门喎，系嘛？冇理由冇老豆老母肯俾个仔女做偏门噶嘛？啊！我覺得佢話：佢真係愛我冇可能。咁我翻去教會咯。嗱，從洪漢義佢分享嘅見證入邊咧，我哋睇到佢向父神祈求嘅事情，就係佢希望可以再一次藉著呢一個嘅黑道裏邊嘅工作，嚟到讓佢揾到佢足夠嘅呢啲嘅錢，俾佢可以解散佢自己嘅事業，或者俾佢可以安然嘅退休。但係上帝冇應允佢呢一個嘅祈求，因為天父知道對佢唔好嘅事情。而家就应该要停止，并唔系话要等到佢做完之后啦，先至再嚟忏悔啦，或者再嚟到再去谂下哦，之后我点去做翻好事嚟到补偿啦，系咪？其实我哋自己作为父母嘅，我哋都会明白，我哋唔可能真系仔女向我哋所祈求嘅嘢，我哋知道对佢唔好，我哋都应允，所以呢个都成为洪汉义佢之后嘅一个反省，明白佢自己都唔会让佢仔女去做唔好嘅事。所以他天父同样也不想他去做不好的事。我们会明白天上面的父亲，他会按他看为一个好的方式来到去回应我们。所以有时我们明白天父除了有时会不应允我们的祈求之外，有些时候他是愿意来到去回应我们的祈求，但有时候他需要我们来到去等待。可能神睇为呢个合适嘅时间仲未到，又或者可能要喺我哋等待过程入边嚟到磨练我哋嘅信心，同埋我哋对佢嗰个嘅信靠。嗱，相信呢个咧都未必系我哋觉得难以理解，但系啲时候咧，特别系面对苦难嘅时候咧，我哋可能真系会唔明白究竟点解天父唔垂听我哋嘅祈祷，点解唔将我哋嘅痛苦嚟到挪走咧？就好似有人曾经问过我啦。在这个疫情里面，我相信有很多的信徒因为这个病而离世，或者失去他们的家人，或者失去他们的工作等等。难道他们没有祈祷天父或者天上面的神来到去帮他们吗？但如果祈祷过后他们依然要经历这些苦难的话，
我怎能够相信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其实面对这个情况，主耶稣自己也可以说是最清楚，也是最贴身的体会。因为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大家还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的来到向天父来到祈求，恳切的来到祈祷，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不要经历十字架上面这个的苦难。但结果呢，天父没有按他，没有按耶稣那个的祈求来到去应允他，而耶稣也在过程中慢慢体会到上帝对他那个回复，或者天父对他的回复，而改变了，就是说愿天父你的旨意来到去成就。主耶稣在这个过程中，就算明白天父没有应允到他那个的要求，但他是更加恳切来到去祈祷，更加恳切来到去捉紧这个天父。他自己就是用一个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到去活现这个教导，怎样在他自己生命的当中来到去展现出来。而相信这个的情况，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明白，不明白究竟耶稣经历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可言，为什么义人要受害，为什么义人要死亡。但尽管他们不明白都好，这个的结果他是改写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叫我们今天也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到面对今天的疫情和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能一世我们都会不明白当中有什么的目的，或者有什么的意义在当中。但耶稣升足的十字架却依然是清晰明亮的来到告诉我们，上帝是爱我们，这个天父是依然有他自己一个的美意，也都藉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十字架，给我们继续能够有这个作为他儿女的名分，也都提醒我们需要继续恳切的来到向天父来到去祈求，去寻找和叩门，来到找紧上帝给我们这个应许，因为知道上帝必然来到会去回应，也都会带领我们走过我们所面对眼前可能我们所看见的苦难、困难甚至死亡都好。所以当我们问上帝会不会垂听我们向他的祈祷，他会不会愿意听我们的祈求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他爱我们，甚至在我们还未懂得向他祈求以先，已经将最好的来到为我们来到预备。上帝要将我们从这些罪恶和死亡的捆绑里面得着释放，如果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和他建立这个父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都让我们能够可以永远的与他来到同行。所以可以说这些以上我们其中提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正面和肯定，爱我们的天父是会并且愿意听我们的祈祷。在登山部分，就是之前好像 Pastor Stephen 在讲到这个不要忧虑的时候，其实也都讲到就是说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也都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到供给我们。所以我们都深信天父不单单会回应我们的祈祷，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当中也都是不住的来到对我们来到说话。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到天父对我们的回应，对我们的声音，甚至今天这个经文的信息和这个图画，会不会就是告诉我们知，其实我们就好像一个的儿女越走越远，离开了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需要回来重新来到去寻找，找回我们的天父，去回到他的面前，去听这个他的对我们的声音，他对我们的回应。所以这个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提示，其实可能也都是就是叫我们需要去回转来到我们天父一个的行动和一个的回应。所以耶稣基督鼓励我们去寻求上帝，特别在我们感到上帝没有垂听或者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不住的来到去祈祷，甚至提醒我们其实祈祷的目的不是我们要在上帝的手中或者在我们天父的手中拿到更加多的礼物，
而是要我们去找紧和认清我们作为他儿女的关系，享受他的同在。也不是要去问为什么上帝没有应允我们的要求，或者我们的祈求给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可能我们反过来，我们需要去听和去看我们的天父其实已经给了一些什么回应，或者给了什么的供应给我们。在过程中，其实要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去认识我们的天父，并且信靠祂会给我们有最好和最适时的供应。这样的话，我们的祈祷就必然会得着，我们寻找就必定会寻见，而我们叩门也都必然会为我们来到去开门。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来到去校正我们对祈祷那种的目的或者那个的态度，也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多的经历天父的恩典，同埋对我哋嗰个生命能够可以带嚟一个更新同埋改变。让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天父，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能够可以藉着祷告去到你嘅跟前，向我哋呼求，向我哋呼叫我哋呢位阿爸父。你系愿意嚟到去垂听我哋嘅祈求。你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清楚向我们表达，指出你对我们的爱。但当我们人无论可能在你面前缺乏信心，又或者当我们的眼光错误放在不应该有的地方上面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再一次来到去更正我们，改正我们在祈祷里面那个观念或者我们的目的。而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有时我们感到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不知道怎样再能够去信靠你的时候，求主都再一次的坚固，让我们就能够继续的不住的来到向你的恳求寻找甚至叩门。也都让我们能够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在当中我们能够分辨得出天父你自己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来到去祈求，来到去成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来到经历神你自己的同在，成就父神帝的心意，也都让我们得着神你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安排和供应。多谢恩主，多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需要求赐我
我信心的眼睛，风暴里仍够恬静，全献我信服的心灵，由你全权来带领，愿人都主你名为圣，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我们愿意将所当立的呈献在神的家里面，使到神的家有粮。我们有三个途径可以作出奉献，可以将你们的奉献支票寄回来教会，也都可以透过 e-transfer 这个的电子转账和 PayPal 在当中去作出奉献，愿意主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丰富的供应者，我们日用的饮食必不致缺乏。你叫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跟前来享受主你那份的安息，因为主你说过你丰盛的恩典够我们使用，赚取金钱的能力是从你而来，我们在当中去倚靠仰望你，我们就愿意在你跟前将我们所当立的呈献在你的跟前，放在你的家中被你使用，让到我们能够善用这些金钱，能够去造就弟兄姊妹，能够传扬福音，让到更多人能够认识主你，愿你悦纳我们的献上。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现在是家事分享，有几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网上启发课程会在6月13到9月26号逢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六上午10点半到12点举行，我们透过 Zoom 这个的网上平台在当中举行这个的启发课程，盼望弟兄姊妹去作出邀请，你身边有未信主的亲戚朋友能够鼓励他报名，让到我们透过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去思考人生生命的问题。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向吴伟图传道去报名，或者是 Josephine Wong 姊妹报名。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新媒体事工继续我们去招募一些义工帮手，如果大家在媒体写作、图像设计、视频拍摄和视频剪接上面有兴趣侍奉的话，请你跟我们联络，我们愿意去组成一个团队，一起在新媒体事工里面去侍奉神，去荣耀主。网上的主要学课程在下个礼拜日6月7号就开始一个新的课程，我们有一科叫做塑造灵性的操练，是由梁炳光牧师去教导，另外就是有揭开天国奥秘的面纱，
由龙以灵传道在当中教导。求天父在当中亲自的使用，我们也都在当中呼吁弟兄姊妹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一同的学习。而2020年的儿童假期圣经日营呢，我们将会取消。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为了工作人员和儿童的安全，我们决定取消今年的儿童夏令日营。在这里提一提大家，下个主日呢就是主餐的崇拜，请大家预先去预备好饼和杯，让我们能够在崇拜当中，在牧师的带领底下，我们一起同心虔守主餐。报告事项是这么多，现在请各位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唱赞美诗。赞美耶稣万福音，听他所谓动动中意，地上万观亚赞之美，同声赞美福音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各位请坐。愿神赐福大家。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是用火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